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价值投资》。上礼拜五，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，非常漂亮的多方格局。来看一下科技股啊，再创新高，8931的。那另外道琼的一个架构呢，也不赖啊，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多方格局啊。道琼来到28608了嘛，多创历史新高了。创历史新高代表什么含义？上档无反压，后市当然还会再涨啊。请你来看一下道琼的一个架构，这个平台区被突破啊，一样视为起涨，后面还有一大段。科技股也是一样啊，平台区被突破嘛，是不是往上走高，后面都还有一大段啊。费半指数也是一样，之前跟你讲过吗？平台区突破嘛，是不是往上走高？多方格局，不要预设高点，也不要预设任何立场，你要喜欢有底的时候让你逢低承接的时机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知道未来还会大涨嘛，所以要趁跌的时候做买进的动作。就如同上礼拜是礼拜五，台股呢压回了两天，这两天的回档我说都只跌台积电啊，有人刻意在压盘，有人刻意在洗筹码，因为两天的一个回档跌了100多点，台股你想卖股票你不敢低接啊。但我说这个盘一样很强，平台区的一个突破，仰空右空开始轧空嘛，视为起涨的一个架构，只涨了这一小段嘛，那回档了两天要不要买？表面是很虚的一个盘势，但是内涵它很强啊。所以呢，上礼拜我的回档，好好的把我的节目看完，你就知道今天为什么台股会上涨63点了。什么是讲在前面让你印证在后面的分析？行情的架构不难，难在你对一档股票如何规划整个完整的波段操作。这档散热模组的操纵，上礼拜一形态是突破，要不要买？现买现攻涨停啊！上礼拜的操纵233做卡位的动作，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，保证一定成交啊！当天或许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我在追高，我怕追高吗？一档股票如果还有高点，当天不买没有低点的啦。所以庆老师不会跟你吹嘘，礼拜一的操纵我买在218、啊，我如果要糊弄电视机的观众，欺骗我的会员操纵，我可以说买最低啊，我不用秀扣讯啊，我的特别会员的扣讯啊。所以233买的，当天237.5亮灯嘛，是不是现买现攻涨停？隔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买？没有耶，一开盘开个平高盘往上急拉 9.1%， 拉出中长红，出现20000多张的新天量，量先价型概念嘛。然后呢，下一句呢，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所以呢还有高点啊，明白的分析啊。所以上礼拜买在这个形态突破的发动点 OK 吧，没有让你损失任何的时间效益耶，现买现攻涨停，隔天拉出中长红，新天量告诉你还有高点。所以礼拜三黑 K 棒嘛，我说很强啊，礼拜四呢小黑 K 棒啊，我说还是很强啊，强势整理的个股需要害怕吗？我如果没有带你出，你就不要轻易的离手出场嘛。所以上礼拜我这个台股呢盘中压回啊，这个过程你一定又吓了一大跳，对，操纵你有没有卖掉？你有没有卖掉？这就是一个很明白的分别所在嘛。如果上礼拜我的一个操纵，今天操纵了一个创新高，这后面这一段又跟你没有缘分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我会员，每天庆老师所给你一个指令，告诉你操纵不要被洗掉，操纵你要跟我续报啊。上礼拜五来到244次低的买点啊，第一个时间的买点是上礼拜一吗？每天的分析跟追踪，就希望操纵今天一个大涨，你可以跟我一样站在卖方做一个了结的动作。今天操纵最高270.5嘛，我卖在266。我讲过了，我喜欢在一档股票创高的过程告诉会员做停利卖出的动作。对，庆老师的会员人数还蛮多的啊，什么时候带会卖大家容易全身而退？当然是创高的时候嘛，踩刹车不追，该停利我就会停利。所以整个操纵9:51266附近先卖出啊，经过两分钟股价还在266.5，你去对时对价，今天操纵26保证定成交。从上礼拜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到今天礼拜一，6个交易过去了，
谢老师如何在追踪一档股票完整操作架构？我一天有跟你唠高哦，不管它涨还是跌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今天10张33万落袋，就是我带给会员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绩效嘛。从上个礼拜一这个位置233嘛，今天266啊，这样一买一卖，一张33块嘛。你有能力买10张的33万落袋，6个交易日。所以这个行情你觉得好不好赚？该停利的位置，谢老师绝对不手软。谢老师的一个进场点跟出场点很干净利落。这个股票爱卡杀的，啊，该进则买，该出则卖嘛。但是很多人都是模棱两可，看股票你都敢会使买，看股票你去很乱掉。不要我在买股票，你在观望；我在卖股票，你在乱追股票。同一档股票，我希望今天的一个操纵所带给会员的完整获利过程，你得到见证之后，下一档下一趟好好跟，下一档下一趟好好跟，不要每次啊、都想吃谢老师的一个豆腐嘛，啊，看我节目，隔天讲，哦，你去买就可以啊，这样操作你会有胜算吗？你买股票玩我一天，卖股票也玩我一天。一来一往差两天，你真正袂赴，你真正定下掠股走避，你无这款尴尬吗？你敢重压10张操作吗？我问你，你看我节目的，我上礼拜一买的，礼拜一买完之后亮灯，结果礼拜二呢开个平高杆又马上拉上去，你敢重压吗？你敢买吗？你看的是一个我带会员完整的一个操作流程呈现在你面前，但是6个交易日过去了。我们所给会的一个累积绩效叫做10张33万落袋，对，特别会的会都有了啊，不是吗？有没有卖对？看收盘嘛，今天操纵收盘256，差了10块钱呢，10张等于差了10万呢，所以这通扣讯有没有价值？看你有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嘛，所以整一个操纵的架构相当的漂亮啊，怎么带进的，怎么带出的，没一天有落高。你看其他分析的节目，有谁有这方面能力帮你从头到尾追踪一档股票，而且每天追踪，不管涨跌，把他的看法讲在你的前面，让你做鉴赏跟印证，有哪几位分析师做得到？你可以去比较一下。所以呢，看分析师的节目，你要懂得看门道，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凑热闹。人多的地方总是风险比较高嘛。那另外一档三人模组的泰硕，我今天认为它表现不强啊，今天9.7卖啊，小赚而已啊，12点56分嘛，不强的泰硕9.5附近先卖一趟，当然经过4分钟啊，大家都在9.7、9.8，所以会员大家都卖在9.7啊，你去对时对价嘛，不卖的话尾盘会掉到95啊，所以不管大赚小赚，该停利的同时。谢老师绝对不手软，因为你们大部分都不会卖股票的，买股票你们很勇敢啊，因为你们想说买了想要赚涨停嘛，但是当那个该停利出场的一个价位浮现卖点同时，你会不会卖？你会不会卖？为什么说会卖股票是师傅？为什么？徒弟哦，练功夫而已嘛，那个起手是学一下就会，但是要成为师傅等级的，要经过一番的苦练啊！我希望谢老师在今年度的一个大多头行情，以及明年度2020年的一个大行情，正正的在展开同时，谢老师有机会成为你的师傅。美国盘4大指数领先全球的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吗？我刚才讲过啊，那个平台去突破，那未来都还有空间。加上明年度的川普要竞选总统的连任啊。他的房地产啊，他的一个金融版图啊，跟股市有没有关系？那关系可大了。所以你认为川普他会不会让美国股市持续的往上走高？这可能性当然会带动出台股这个潜跌性市场未来继续走高的架构嘛。所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大行情，跟着大格局老师带你来操作。我会一档赚完再换一档，什么低进高出，高出完再低接，你看得很清楚嘛？谢老师是会带会买股票，各
盛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。上礼拜四的一个神盾，我卖在250啊，没有错吧？我卖在250啊，今天剩230啊，十张差了20万，有没有卖对？有没有卖对？上礼拜四的神盾是创下本波段的短高嘛，我先卖一趟啊。什么是十张25万落袋？我买在225的这个位置，你敢买吗？12月2号的神盾，连续三根黑 K 棒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我忠实的观众，这一天你敢买神盾吗？我买给你看，239卖出的，我已经先卖一趟了嘛，25接回啊，14块钱的价差啊，没有错吧？所以12月2号的一个神盾，我在买。那上礼拜四的神盾呢，我在卖啊。啊，你有没有自己去追啊？你有没有自己去追高？什么是低进高出，高出完再低接？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？金老师的买卖点相当的精准，不是我自吹自擂，你眼见为凭。我不是有对档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该低接的位置，这是你们不敢买的一个位置嘛，225嘛。该高出的一个位置，这是你们想乱追的一个位置嘛，我带你们卖，就卖在250啊。很清楚啊，啊，卖完之后是不是开始回档？上礼拜是卖在250啊，当天还涨5块钱呢，25.5啊，没有底啊。你会不会在一档股票往上走高、大涨的时候选择停利？你有没有这样卖的一个实力？谢老师卖给你看，礼拜五剩236.5，今天神盾剩230啊，250到230又差了20块钱呢、啊，有没有卖对？下一档的一个神盾在哪里？下一趟的神盾的一个低阶买点在哪里？不要猜，不要猜啊！今年度刚好是本公司成立的16年的一个年度啊，所以特别推出一个16年的一个周年庆的特惠活动。公司说一定让你满意，一定让你满意。你等一下去看一下广告中那个价格，公司啊哈、保证说让你满意啊。非常物超所值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价格，比庆老师每年度推出的一个生日优惠专案更便宜、更优惠。你真的有需要的，记得好好把握一下。就一样，再回到节目现场。全国投资朋友长期支持与爱护，承诺股将秉持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继续在股市为您服务。16周年庆感恩大回馈，保证给您最满意的价格，一年只要68800，只要68800，就是让您一路发又发，坚持一档机会不再，名额有限，额满为止。刷刷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哇，都给你帅就好了。其实啊，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，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？当然啊，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，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。是哦，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， 还有网络病毒啊、密码外泄啊，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。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，要交心，不能只看表面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上礼拜我的国巨创新高，最高404啊，我卖398，今天国巨呢剩383，又差了15块钱了。我是不是在它创新高的时候告诉你要停利卖出？我又卖对了吗？你想不想跟我低接啊？这是国巨的一个操作，就从11月21号的318开始做机会。12月2号呢，往上走高，我说还会再涨，所以12月2号334再买，继续买，继续买完之后，12月4号，国巨来到375，我说领先大盘创新高的强势股，它一定还有高点，没有错吧？所以当上礼拜有创新高嘛，来到404的国巨398停利，318到398买个10张80万，买个5张也有40万啊，看你的资金规模嘛。所以整个国巨这档个股的一个架构，上礼拜有停利创高，我喜欢卖嘛，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，保证你成交啊。当时国巨的价格在399啊，399有没有让你赚到宝？我希望你要跟我做对动作啊，低买高出，高出完再低接，这是你在股票市场上唯一制胜的途径。不管大盘指数在什么位阶，将来可能13000、14000等等，你只要会做到这个重点，低进高出，高出完再低接啊，你才有办法成为市场上顶尖赢家。否则，如果你每天的一个错误还是建构在追高杀低，每天带停损的一个状况，不然大盘指数将来来到13000、14000，股票市场上的财富还是跟你没有缘分啦、啊。这个以操作为美感嘛，这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心法嘛。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反市场操作？跌的时候啊，大家惊要死嘛，我带你低接。就像上礼拜四、礼拜五嘛，连续2天台股的回档啊，你是不够出来蛋？我说只跌台积电啊，只跌一档个股而已啊，你为什么眼光要被那一档台积电限缩你未来一个看法跟视野呢？不要被短线的一个架构绑手绑脚，长线的眼光才有办法帮你看到未来嘛，你才有办法掌握一个大波段的行情啊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国巨上礼拜五398停利，尾盘还是上涨啊，涨6.5块啊，389.5啊。对，你会不会在一档股票创高大涨的时候做卖嘛？差你家，如果每一趟的卖点我都比你会卖，会卖个3%好了，那十档呢，就差了30%哎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哦，所以整国巨，我说压回我也想买啊。今天国巨383啦，离398差了15块钱嘞。你想不想跟着低接啊？拿出你的态度，拿出你的态度，谢老师才有办法体会你的心意啊。一档股票的一个操作，能像谢老师啊，不厌其烦的，不管涨跌都告诉你他未来获势的分析师，就是那么少数。谢老师不怕你去印证，我也不怕你去比较。哪几位分析师敢拿出会员的口讯来跟你对时对价？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哦。而且我几乎每一档啊，只是说现在因为有些会员开始在抗议，说我讲得太清楚了。或许有些股票我会保留一下给我们会员，那有时候也因为节目的关系啊，每个分析师的节目扣掉广告时间大概24分钟啊，能讲的有限，但是谢老师能给你印证的，我会大方的呈现在你面前。毕竟你要鉴赏我的实力跟其他分析师到底哪边不一样嘛，我还是要拿出我一定的水准啊，告诉你我一档股票怎么操作的啊。怎么低档开始买的啊？那上去的过程或许有震荡起盘，我会告诉你解读它的后市啊，有没有讲对？如果讲对了又上去了，该停你我就停你给你看。今天的一个操纵不是最完美的一档绩效呈现在你面前吗？233到266，10张33万落袋，这就是我的动作啊，是不是？这一档新昌电被动元件的一样。低档支撑嘛，你看它回嘛，我看到买点了、啊，对你吓得要死，我看到赚钱的机会啊。
上礼拜的被动元件的新仓店59买啊，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啊，来到相对低档支撑嘛，多头行情回档看支撑，很简单的一个策略，但是偏偏很多人办不到嘛，跌的时候都吓来要死啊，没有我带你买你怎么敢买？59买新仓店，买完之后有没有往上垫高？上礼拜是 61.1 啊，上礼拜62.2 啊，来到波段高啊，买在这个位置有赚钱无？你家己看你就知嘛。今天一个新商店小回，我说还没涨完，还没涨完啊，那还会不会再涨？你觉得呢？啊，既然没涨完，我告诉新进会员呢、啊，60.2还可以买新商店呐、啊，10:22，当价格在60.2啊。哦，你再度的对是对价，所以今天新商店呢平盘以下，新会员卡位，收盘60.5啊，所以你看到一档股票如果没有走完之前呢、啊，有回档出现绝佳买点，谢老师一定不厌其烦的带你上车。谢老师会员有先来后到啊，早一点参加的当然可以买比较便宜的位置啊，晚一点参加的你也不要忌讳，你更应该勇敢果决。当金老师再度的发出 call 讯，叫你逢低承接，你就大胆的卡位。虽然成本差一点点，但是你今天低点不买，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低点了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要懂得规划一档个股的完整的一个走势跟哦所谓蓝图啊。几个股票，如果你知道它未来会怎么走，就像我们盖房子嘛，要不要建筑师提供蓝图？那个蓝图如果破画的很精准，盖出来的房子又漂亮又坚固嘛，所以股票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它会怎么起涨，它会怎么震荡，它会怎么洗盘，然后再往上走高，你做股票敢没输？你做股票敢没输？几乎是零风险的一个操作嘛。你看一下这档新巨科光学元件概念股票，基本面好不好？最新公布的11月营收年增率高达91%，将近一倍。光学元件的、啊，既然是选的股票，品质的保证，你大胆的来跟我买，好不好？不是绩优股，我不带你买啊，这是我给予会员不变的一个承诺。所以12月13日一个新巨科，这叫双底的形态。那天亮又表态了、啊，当然要买啊。当天最低87.3啊，收盘91.5啊，买在发动的右脚，这叫黄金右脚的买点呢、啊。然后呢？上礼拜四我说横向整理，我说横移之后会往上走高，我讲得很肯定嘛，打出一个双底拉出去之后横移啊，横移不动就是在洗盘嘛，那洗完盘之后会不会往上走高？上礼拜四给你分析啊，接下来你所看到的这两天的走势，礼拜五今天礼拜一有没有往上？有没有往上？什么是规划行情？什么是掌握行情？这样是对于一档股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操作，能讲的尽量讲在前面嘛，你自然会印证在后面啊。眼见为凭的分析是帮你看到未来走势，所以上礼拜五的这一档梁伟很简单吧，股票回档啊，你看出来是一个买点吗？基本面那么漂亮的梁伟，上半年获利年成长率超过3倍啊，跌啊，这不是支撑吗？我们告诉你买点 68.3， 当然要逢低承接啊。今天梁伟有没有应声大涨？涨了快 4%。 如果你今天去买梁伟的，你成本大概高我 4%， 那如果上礼拜你跟我一起来进场的，你今天呢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嘛。相对低档跟我买，你的风险比较低，利润谢老师会一档一档的带给你啊。这档原像149第二趟的卖点，之前两趟的一个操作你很清楚吗？对，卖在149这个位置，上礼拜二礼拜三打下来，我说预计接回位置都是你家有没有下来？有没有下来？我说你要准备好啊。对，今天原像上涨，我接回了吗？我接回了吗？我可以跟你讲啊，今天原像虽然上涨，但是我还没接回，买点还没到，你就稍安勿躁，买点一旦浮现，我自然会带你上车。未来波头的一个强势脉络的个股，不晓得如何操作的，
记好把握一下今年度公司所推出的16年的周年庆的特惠活动，公司说一定让你很满意。你刚才有看过广告中的价格，你应该知道非常非常的便宜。你真的有需要了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着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。周年庆隆重登场，感谢全国投资朋友长期支持与爱护，陈乐路股将秉持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继续在股市为您服务。16周年庆感恩大回馈，保证给您最满意的价格，一年只要68000趴，只要68000趴，就是让您一路发又发，仅此一档，机会不再，名额有限，额满为止。帅帅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成都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接大主播，来，好，我你走，小心要小心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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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